省政府主席谢东闵今天上午10点在省政资料馆接见了庄继明、陈火旺、吴连春等10位杰出的企业家。首先，三中每一位由谢主席亲自亲临，发挥创业精神，加强国家建设共同一处，建议他们合影留念。谢主席更勉励这些企业家们，要继续发挥整体的创业精神，为地方造福，作为社会贡献。健康物业公司的董事长邓海分享小康计划，也捐赠了计划数50万元，为仁爱江湖的基金。这就是一方面表示谢意和加盟。